我们今天要去台南的嘉里区换雨刷，这是原厂的雨刷，现在十二月交车到现在大概四个多月了，有没有？它已经跳得很严重了，就有这个一个摩擦的声音，听起来很不爽。对，很不爽。那我们来到嘉里，这个很多车友推荐的瑞士雨刷。我们来看看换完之后，今天刚好下雨，换完可以马上测试效果如何。OK OK Go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嘉里的大润发，台南市嘉里区。对，那这里是算林郡县的选区哦。哦，我不知道。哦，他也管得太宽了吧。因为这整条都是双黄线，我们安全一点，安全一点。前面 Toyota 进去回车，但是它也是双黄线的这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……哦，我们终于到了，这里是台南嘉里区瑞士雨刷。我们今天就是下雨天嘛，听到那个刷刷的声音真的很不爽。我们马上来试看看换了雨刷之后会有什么结果。那这是很多网友推荐的，车友推荐的吗？的雨刷品牌，那我们来试试看吧。哦，帅气。OK， 你好。OK， 你好。我要换雨刷，特斯拉 Model Y。你们这边是专门做雨刷的？对，专门卖雨刷。那换雨刷，不管是自己换或是给人家换，记得他这里维修里面。有一个雨刷，有一个维修模式。哇，有这么分这么细啊？有。哎，指出维修这里雨刷雨刷维修模式，然后按一下，它就会跳起来。哦，那没有跳起来是打不开的哦。好，所以这个要注意。外面你有加那个吗？防虫网？有啊，真的加有加有擦呢。哦，还不会跑进去。啊，如果不嫌丑，我会建议装。前面的后面要装吗？都要装，因为特斯拉它的弧度，它的轮子是比这边还粗啊，所以在开的时候土都会少，这样，对，都会是沙子啊。OK， 所以装了就不会有这个问题。好，好，直接帮你换。好，好，那来到这个店家很好，他直接帮我们换，所以不用自己换了。对，我们就是看老板表演。所以雨刷它特别。它就是专用款，然后自己换的话就是小心用块布垫的，避免它打破玻璃。哦，直接过来比较快了。对对对。然后它就有一个矫正方式。OK。它换的话就按下去，抽出来。OK。它这个之后胶条都可以像这样单独换。OK。所以换以后下次就换胶条就可以了。可以不用每次都换整只的。嗯。哎，骨架。所以第一次换整只就对了。对啊。这样你就大概两三年看状况，啊，几天刷不干净，换胶条就比较环保，比较省钱。OK OK OK, okay.。哦，所以特斯拉做的不好也有它的好处，就对了。对，就是、让你们生意更好，交车就可以换了。换了就应该是 Model 3那一波比较高潮吧。哦，是哦。嗯。可是 Model 1我们就是在下雨嘛，然后它真的跳得很严重。这时候 Model 3是 最多人买的，所以 Model 3的雨刷跟 Model Y 一样吗？长度布架短一寸，对，哦，长度短一寸，布架短一寸，哦，副驾啦，副驾只做，啊，你要开那个啊，开那个，开什么？开什么？把它调关掉不是吗？哦，对，那个模式哈，对啊，在。车里面，把它维修完之后再来，然后我们再把维修，然后把这个雨刷维修关掉，它就缩下去了。然后阿力伯刷看看，刷看看，好。你还没注意要刷看看？啊，没注意哦。帮你拍到。我给他冰啊。老板喷点水。
直接拿枪射就是。完全没声音哎！啊，完全没声音。OK 吗？我是的。对，好，缴钱。缴钱，走，结账。OK， 多少？那这么便宜哦？哦，对，1000，1000哦。按之后换胶条就600。OK， 所以就是建议直接签到车就可以过来这边。你这边先试看看票的结果。你说怎么样？我说签那个交完车就可以直接过来了嘛。对，之前嘛都三比较多，对，他们都直接交车就过来了。啊，所以三跟 Y 价钱有差吗？都一样，都一样，这个价钱。目前只有旧版的 X 价钱不一样，其他都一样。OK。旧版的 X， 好，对。这边有什么东西？这里哦。这洗车的一些用品啊，细节刷，我看细节刷很漂亮，布哦，擦玻璃的哦，那个是挂在那个椅子后面可以挂东西的挂钩 okay, okay. 的那个手机聆听的手机号码，哦，出什么？它的那个绿网，去绿网，绿网有分车型吗？有，有分车型 ，Y 跟 X 跟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。那主要就是这些洗车的，它好像操作时间不能要记。对对对，洗车要这 Selena 呀，Selena 圈清洁内装啊，洗车，他喝酒，开车不喝酒，喝酒不开车，而且他们自己还有车队，哦，是哦，还有车队，是说他那边很酷，里面店名叫什么啊？瑞士雨刷，英文呢？英文叫 Richin， 然后中文名称叫做瑞士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好，我们今天刚好这个机会出来，刚好。出来逗了、哦，啊，他们出货量很大，你看他们出货量很大。哦，这个就是那个广告那个、啊。他们每一次比赛都请这个哦。哦，是吗？拉力赛啊，车展啊，他们都请这个。我们来试一下成果如何。哦，刚好下雨啊，刚好下雨，来试看看。对啊。刷起来。哦，很滚溜哦，完全很舒服。哦，这1000块花的值得，而且不贵。真的不贵，真的不贵。我还以为2000多。对啊，反正很便宜，而且帮你装，正好，不用先预约，就预约嘛。没有，我没先预约。OK， 就直接来，老板就马上帮你装。哎，说真的，所以像特斯拉很多小东西真的是弄完之后感觉差很多。对，就是花点小钱。可以解决的事情，因为你回原厂，你还是换原厂的东西啊，就原厂的东西就已经这样了。啊，所以这今天刚好来家里呢，来陪着河豚来这边换一下他的雨刷，换过之后感觉真的有差，要刚好下雨。下雨，对，因为台湾台湾刚好最近要梅雨季节了。嗯，那在台风天了，所以雨刷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好了，以上影片呢，希望你会喜欢。一样呢，如果你喜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我是 Jerry， 我是河豚，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哦，很滚溜哦，完全很舒服。